掌声再次送给他。而这种敢以真面目见自己的偶像，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。如果见了他，但是不是心中所想，那怎么办？不会的，通过他的微博，我已经足够了解他这个人，所以即使就算有一些反差，但我还是会喜欢他。哎，你们仨给他加加油呗。你们三个在加油的具体方式是把自己的眼睫毛也撕掉。哎，真撕了哦哦哦，带头了。哎，对，这才是姐妹嘛。啊，谢谢你们啊。来，接下来请你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，有必要问到你几个问题。小呆，你觉得他会来吗？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。如果他来了之后，和你所想象的、所了解到的反差极大，怎么办？我不在乎。不在乎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够喜欢他了。啊，我喜欢到他就是可以包容他所有的缺点。那如果他说我只能跟你保持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距离，不可以做夫妻？那我尽力去争取，直到我让他接受我。那如果说他说我们之间只可以做朋友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怎么办？只要没有结婚，我照样还是有机会的。我的妈呀！好吧，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。